这是一台 Sony HDR CX150 的那个Handycam，一个在当时候还算是他们比较低阶那个系列的那个产品。不过呢，可以看到它有1080p 的录影，然后呢，这是照相机它本体。不过为什么它今天会在这个桌子上呢？它没有半点画面呐、啊，然后我已经试过，就是从这个 HDMI 孔输出去找找看有没有那个半点信号，但没有，所以呢，在相机在那个2年前吧，使用者他就说那个，当他从那个外地带回去他本国的时候呢。就发现荧幕挂掉，可是还有声音，但现在这看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，我会认为这比较像是，里面有东西真的故障了。如果你看到它里面的镜头的话，就是它不会去跟着移动，理论上它现在应该是待命状态。我按着 Power 的话，它应该是会关机，或者是我这样子，它应该就要关机了，但很明显它现在就是没有。所以呢，就有点不是那么放心，不确定里面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今天就打算来拆解看看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先把那个 SD 卡什么的都拔出来。嘿，SD 卡8GB 而已。首先，这可麻烦了，因为我从来没拆过这种东西。调整一下焦距，我从来没拆过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不知道要怎么。先试着看看，把这个，这是怎么安装的？这有不同多层的，应该是粘住的吧，所以它应该是不让我们拆掉这一个。然后目前我只看到的是。他们几乎都是用小螺丝来那个锁的，然后这个小到连我这个螺丝起子都没办法那个钻进去，所以我需要找一个更小的工具。天啊，这比一般的小很多，我需要看一下，我有没有那个工具？OK，这还真羞耻啊！我找到这个专门在拆那个玩具那个那种小玩具的螺丝用的螺丝起子，反而。在这个上面可以用，因为我其他的工具都试过了，都不行。所以呢，基本上现在我要运用一个所有拆解师傅都会那个做的一个技巧，就是看到螺丝就拆螺丝。这是一个相当有艺术性的技巧，因为呢，你要能够找到那么多螺丝，其实也没那么容易。有些它可能会藏在这个贴纸底下，所以有时候要这样子刮一刮，才知道说有没有东西藏在里面。我这件事情在我身上发生还蛮多次，就是有些那个螺丝会藏在那个贴纸底下，然后就一直拆不开，然后我要用力扒，然后就挂掉了。对，是还蛮常发生的事情的。OK，所以底下看起来就只有这一个螺丝而已，然后，这感觉都已经可以扒下来了。对啊，我已经看到它可以扒下来了，是吧？基本上那个，物品的主人他不太想要这个东西了，所以，基本上我这么做是无所谓。他说他已经取代成 iPad 在录影了。以前这种东西，就是当手机录影的画质还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呢，要来记录影片，想要有像样的画质，就是拿 Sony 的 Handycam。不过，现在很明显的 iPad，就已经可以达到相当还不错的品质，所以呢，基本上这种东西，像 Sony 也只在做那个比较高阶的 4K 版本，对我来讲是个
很无理的事情呢，因为4K 说真的，我都还没有那种荧幕，然后我的工具是掉来掉去，因为这实在是有够小的。对啊，4K 对我来讲还蛮无理的，1080P 能够有60fps 的录影，对我来讲还蛮好用的，因为我觉得60fps 才是主流。而我认为 YouTube 现在能够支持这个功能的话，那么我希望就是未来能有更多的那个，对类似的资源什么的。但是就目前而言，1080P 60fps 这个功能我实在是还蛮满意的。但问题就在于，现在大多就是只有游戏影片才会那么做。你一般在摄影的时候很少会去想到说啊，我用 60fps 去录影，因为有时候你用这个功能去录影的话，反而会把画质弄得更糟。有些摄影机反应，不只是说摄影机啊，有可能像手机相机那种的，反应起来就不是那么好，它的位元率会变低很多。OK，这螺丝它掉下来了吗？没有，还没掉下来。OK，所以呢，这里螺丝差不多这些，然后我看到这个荧幕是用这个卡榫来固定住的，所以如果可以把它给拔开了的话，就是看看我有没有攻击，我只有没攻到而已，所以来试试看。我对这个塑胶的东西我不是那么的喜欢，他们用这种卡榫的技术，哇，没有对焦到。用卡榫的技术就代表着一件事情，这种东西如果以后要维修的话，有90%以上它会直接先断给你看，因为塑胶是会老化的。我不懂为什么你都已经用那么多螺丝了，你有这么缺这个，使用这个卡榫的技术吗？而且这是小到不行的卡榫。但是够不太到，而且我干嘛从这里开始啊？我总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主意。OK，他还是不会想要让我动。Oops，又没对焦到。看我可不可以把那个画面弄亮一点？不行，好吧。这个相机真的是，所以我还蛮希望我可以拯救这台 Handycam 的。这样的话我会很高兴，因为它的防守阵就已经很强了。OK，所以呢，这里螺丝拆了，感觉是没什么进展。我有点怀疑螺丝会藏在底下这些那个贴纸。我来看一下，我现在是背光的情况，所以画面可能会比较暗一点。尤其这又是黑色的相机。OK，这里也是没什么东西，但是感觉已经快要那个被我解体也差不多了，所以再让我拆更多螺丝吧。OK，所以在拆了这么多螺丝的情况下，我有点不太想去数，因为这些倒好小。不过有一点倒是要注意的是，在电池部门这个地方，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螺丝，我对焦一下。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螺丝孔，也要记得拆掉，要不然你会发现，然后你这边已经可以拆了，可是另外一边还没。所以我们直接拉这个握把的话，就可以看到这个就这么轻松的解体了一部分的门机身啊，我觉得这是机身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什么都是用金属壳那个覆盖住的东西，那个用金属壳覆盖住它机身的好料。不过我看一点好处就是，他们几乎都是用一模一样的螺丝。所以呢，这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那我们来看看另外一边有没有什么进展。我会尽量轻一点，不去整个破坏它，因为我相信绝对还有卡损就另外一个。OK，所以看着我要从另外一边拔，因为另外一边那个荧幕这里它不会让我动作，除了这里松松的以外，其他的好像没什么动作的样子。OK，所以让我们继续把这里都拆一下吧。OK，所以拆解更多螺丝以后呢，可以看到这里那个这个
录影按钮，还有它的充电，指示灯是那个这个分开了一部分的，还蛮特别的，长得跟个像这样子。然后还有它的那个充电那个插那个变压器的充电座，还有它的那个在接梅花接头的那个端子。然后已经看到下面这已经松松的了，看到这样松松的哦，这个关起来。然后就可以把它掉哦，OK，不要去打到我螺丝。OK，所以它掉成这个金属壳，还有这个螺丝那个螺丝孔。哦，果然有隐藏的螺丝在这里，专门在固定这个这个像那个锁相机的那个架子。还行，还好这个隐藏的螺丝是专门在固定这个而已。如果它是来那个固定这个塑胶壳的话，那很明显，我大概老半辈子都找不到它。OK，看看我们拿到什么好料，这是Toshiba 的那个 TSG BM 1G7D81BA10，好长的序号。不过我推估这个应该是记忆体。应该是大概才几 GB 吧？哎，没有，no，16 GB 的那个 SSD，这应该就是那个最当初的 SSD 了。然后不知道这个壳可不可以跟着拆掉，感觉还不行。所以呢，那我们来看看，我们可以再拆更多螺丝吧。这感觉已经在摇来摇去的了，哦，拍这。就已经在摇来摇去的，所以，试试看吧。OK，对焦。所以我发现这个 KZ 它是靠这个小小卡榫固定住，所以稍微这样搬开来，可以把上盖给移除掉，然后呢，就可以看到，这个焦距，这应该不是焦距，是控制远近，还有那个。快门键跟那个功能键、指示灯什么都是在同一个这个排线上面，然后看不到有什么可以拔它的地方，所以这可就有麻烦了。看一下可不可以直接把它抽出来，有些是这样子的，有些不是。而这么做我知道的确是不对的，这样绝对是不对的，所以请不要模仿，除非你。很没希望的才要这么做。OK，那么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东西，给扒开来的嘛，感觉有些是可以这样稍微扒开来的样子。这个机体还是挪不开来，这里已经开始松松的了，这个地方已经松到不行。但是我看它感觉被其他东西固定住的样子，所以我好怕就是。它是跟着其他东西，它跟着其他东西一起掉出来的那种电路板有的没的，我还不太希望有这个事情发生。到目前为止，我看到几乎所有的螺丝都还是一模一样，除了一个比较特别的，那是在锁外壳的，不过那个我记得就好了。哇，这个好麻烦，这么小的螺丝起子，天哪！真好笑，OK，打开来看看这里可不可以掉出来，有对焦到吗？OK，感觉好像就被我扒断了。OK，我们看到有更多东西在里面，不过这个东西已经基本上快掉出来了。我们看到这个排线先给它抽出来，一样不是什么正确的方法，但是基本上这施力点也不好弄啊，所以还不如这样子比较快。OK，所以我们有什哇，真复杂。OK，我看到这个可以拔掉的排线，看看可不可以把那个卡榫给打开来。
卡榫打开了，它也是不太想动。哦，有，有吗？好像在玩我一样。尽量平均视力，通常这些排线就不怎么会断掉了。啊，至于像这种感觉没什么地方可以让你拆的，通常你也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这样子稍微拔掉了。OK，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个是它的电池部门跟，哦，这是在塞 SD 卡的地方啊，所以它才会有这个记忆卡读卡机的地方。然后我们来看到这个应该就是电池，所以它电池藏在里面，这样子可以那个记录时间有那么的。而我觉得你把它设计在里面不是什么好主意，因为你要拆这么多来去换一颗电池，然后还有这个排线，它们几乎是这样一体式的。哦，天哪，真麻烦。不过我相信这个应该就是电源部了，所以就是那个，你专门在装电池的地方，然后呢，电就是在一条排线给那个主机的。OK，所以让我们来看看剩下的还有什么。有这个镜头的部分，然后主机板就是底下这个，这是喇叭，然后跟一些按钮，哦，按钮也是在这个上面吗？哦，真的诶，按钮就这四个嘛，nice，这个按钮被拔掉了，荧幕感觉还是要再挖深一点，所以呢，看看可不可以直接这样子就拔开来，因为感觉没什么螺丝，没什么可见的螺丝，所以我相信剩下应该这些也是用这种卡榫再稍微固定住的而已。哦，有了，倒是有一两个，看到了。OK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哦，OK，这个麦克风。在前面这位应该是要小力一点才对，我总觉得我都太大力了。哦，我们有这个漂亮的镜头，nice，哇，这真的好漂亮哦，美品。OK，所以有看到这个，它上面有，好像是喷漆的吧，也是一样不怎么好拆，用很多力。OK，这个比较短一点。OK，短一点的螺丝，它有用颜色标示起来的话，那我应该不会忘记。然后呢，我们的镜头就这样子松松的。OK，然后，看样子我是要拔掉这些排线，一个在这里，一个在这里。OK，这真不好拔。给它拔掉，然后还有喇叭，然后剩下就是荧幕，还有，我相信应该就是荧幕跟触控面板之间的线了。我会希望直接就是拔掉，OK。所以。这个晶片，它是跟着这个HDMI 跟 USB 线一起出来的。我有点怀疑，这不只是记忆体，这应该比较像是 HDMI 控制器那类的嘛，我不太确定。但有可能这应该是独立的，因为我看它排线那个排线的那个它的路径。这一条是直接连到 USB 跟 HDMI 的，所以这应该会是分开的。OK，所以我们就剩下这个镜头，主机板部门的一样非常漂亮的镜头，它有点半凸的样子，它有点只有这样凸出来。OK，所以让我们来看看剩下的是，应该是更多那个螺丝要拆啊。
OK，那么我实在想把这个白色的贴纸给撕掉了，这应该只是贴纸而已。天哪，这贴纸感觉还蛮特别的。就先粘在这个电风扇上面嘛。哇，它不粘了，好吧。然后这个已经可以拿下来了，这是金属壳，然后可以看到上面这有一个散热垫。所以这应该是主晶片吧？哦，这散热垫有点开始在老化脱落的现象了。这个晶片叫做 Sony 0XD 4113GB 吗？看不太出来，GG，What？好吧，是 GG 哎，哼，好奇怪的那个型号名。然后这也有一个。散热垫挡着，问一下是什么？这应该是跟电源有关的吧？这是，它写 Made in Japan，14B、14B、44CD、17B，都是一些很奇怪的。乐乐等的那个序号，OK，然后还有在底下有一个贴纸挡着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，哦，没有对焦到，我的鼻子都会碰到那个相机，这是一个神送的8GC6，看不太出来，因为它有贴纸挡着。这应该就是记忆体吧，但是它好像这个贴纸挡着，真的蛮特别的，我不确定为什么。然后这个电路板它感觉也可以稍微脱落下来，然后我们看到另外一边也是有好料，这个应该就是主控的核心了，因为它那么大一块。这是 SEC K3D1900A。PPCC6 吗？很难辨识。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 Japan 的 MB9005A，MB9005A 对。看它附近那么多电感，应该这才是电源部门。然后还有这里是一个神送的 KYR1G13ACD AK60，那么剩下的就是镜头的部门了。然后哇，我把这里给我凹断了，它不是凹断了，它是有点变形。相信那个再锁回去的话，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。OK，我猜剩下再拆下去应该就是跟镜头有关，那些应该不是我会去。动到的地方，所以，我会试着先这样装回去看看，说不定这样就已经好了，因为就是电池拔掉，然后再装回去的时候，它就没问题了，它就可能有什么东西被 reset 了吧。OK，所以我大概得把所有零件都先暂时这样装回去，不过到这个阶段应该就能够确认说这个相机还到底想不想运作。答案就是 no，它现在连灯都不会闪的，除非我漏接什么，但是很确定我电池有接上，电源波也接上了。唯一我能够发现的事情就是那些晶片它根本就不怎么发热啊，它们一点温度都没有，感觉已经死了。哎呀，所以不确定是发生什么事情，我确定电池是有电的，因为我。过没多久才给它重保一次，理论上的，所以到这个阶段我不太确定，是发生了什么问题。如果说只是荧幕挂掉的话，那么这大概就是很简单的把排线那个重新接一接而已，可能它就是这样断掉而已。但现在把电池再装回去的话，那感觉就是打开荧幕也没什么啥运作。
所以我想这个相机大概是老了啦，不想工作了，罢工啦。所以就算是一个失败的拆解啦，但是至少这个影片应该可以让人家那个有点研究说，一个 handycam 里面是长什么样子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像三明治一样这样子塞满满，哼。所以我应该再拆更多嘛？其实你可以再拆更多，我还没把像镜头给拆掉，但我不认为有这个必要的时候，哇，这个实在是不确定有没有这个需要，所以好啊，那我们来拆拆看那个镜头有什么东西吧。Oops。这个是直接这样拔掉的，不过你可以看到它电路板本身就这么一点点而已，也是蛮惊讶的，以前 SOC 就这么进步了。OK，所以这是镜头。OK，我大概拆不了多久，我就大概已经要放弃了。这些螺丝实在锁得太紧了，我这个螺丝其实根本就转不下去。有一点很有趣的就是，他们几乎都是仰赖这些那个阿鲁米的壳，在那个做散热的。所以呢，基本上整台机子过热的话，那我相信，里面也是烫乎乎，因为没有地方通风，然后只仰赖这些那个薄到不行的那个阿鲁米在那里散热的。但是，对啊，我想今天就大概到这里为止了。这个镜头我大概只能够拆到这里，但是这个镜头就这么小而已啊，它不到我，它只有我一两个关节长，哼，真有趣，不知道有没有控制器可以来接这一个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镜头啊，毕竟它有光学，应该是光学防守阵吧，就是物理性的防守阵。OK，那么今天的拆解就到这里结束喽，谢谢大家收看。